放手！来哥，好，来一斤哦。所以呢，性性节没有寒流吗？不信这么造型。放手！彼女を取り戻したいんでしょ。彼女がいないと生きていけないんでしょ。好，我就帮你去把他给追回来。太紧了，对不起。哎，不露可以吗？他在社导演，可以挤吗？看驾照，粘贴，粘。其实我躲在最前面。人家高工了，操的。会出事吧？你在前面那么大，把路挡住了，我的心。对啊，你要坐最前面会紧张吗？还好哎，不怕出什么问题。应该速度不会太快吧？而且他看起来就是像是跑不快，他很有经验的。高哥已经离我十米了。到我前。哦，没有，说错了。16。你的内裤是真的，假的，挺真的。再就是你的罩杯挺厚。那你有真的问吗？有人亲我。他有回答吗？他有回答吗？没有了，而且他就傻笑了，装装。哦，不要跟变态聊天了。对，不要跟变态聊天。太低了吧？是不是应该要高一点？高一点会痛。这样子啊，这样才会挂住啊。哎，有混过了，我们没有混过。不是贴在额头，这样子很奇怪，你还要脖子向后仰，就是这样子就可以很自然的在路上。你看，你像大嘴鱼。内裤什么颜色？不是，是你的罩杯是多大，比较经典，好不好？可是我以为是你回答的。没有。对呀、啊。对、啊。没有，我想说这个吃的。还憋吗？想干嘛？这没点吗？对、啊，然后其他人都不准听这种配音。猜是这样，哎，为什么有我现在的形象是这次不要，因为我真的不露的印象中我是变态高，所以我想这次是改变这个方向，是吗？对，我这次要突破这个。他就是因为变态导演他改变的，真的。啊，所以你看我还是可以走这一条。好，我继续努力。所以你是什么颜色？已经成功了，你不用努力，你已经很成功了。谢谢你。可以照杯吗？哈哈哈哈哈！真是太无奈。等一下，这等下都会剪到幕后花絮里面。来，先生。不，哎，那个有可能。三天啊，三天。好，我超过来，来配镜。来给。没有，他本来叫我骑耶，有多危险？没有，我现在一直都担心了，一直都担心。小心哦，小心哦，好不往前，小心上高，高在高。可是我就是很高啊。